金声送给大家。金声，掌声欢迎石刚阿欢。是一只金色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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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讲的拢是别人的歹话，永远拢袂感觉家己心中的。伊的人生要走去对，我的关怀伊阿尼多，咱的人生。是咱家己的，就算伊苦要去我，我嘛爱面对伊来笑哈哈。我已经穿好我全部的心意，要予伊穿哩戴，穿哩戴，穿哩戴。但是我、哦、你的人生要走去哪，都是你家庭决定的，不是依赖家里要安怎陪，就算拔得他脚落花，这就是你家里选定的，唔通好前世影响你的人生，唔管你搁安怎歹势，讲的拢是别人的歹话，所以讲的话到底算啥话？你的人生要安怎过？我的关头。遐尼多咱的人生，是咱家己的。就算伊看袂起我，我嘛爱面对伊来笑哈哈。我准备穿好我全部的实力，要予伊穿哩戴，穿哩戴。抓来的秋莎，但是我、哦、你的人生要走去哪，都是你家己决定的，不是依赖家里要安怎陪、yeah, yeah, yeah. 就算拔得他脚落花，这只是你家己选定的，唔通好前世影响你的人生，要看过这呢高的明辉，莫可以扰乱你的人生，人生，人生，人生。哦哦、你的人生要走去哪，都是你家己决定的，不是依赖家里要安怎陪的、哦哦耶。就算拔得他脚落花，这就是你家己决定的。唔通好前世影响你的今生，耶耶耶！唔通好前世影响你的今生，哦吼。
谢谢，那个这家伙就是失控了，我不知道笑什么。